我不想正面看你回城，不行吗？你就必须得脸冲这头。哎呦我鱿鱼，先把鱿鱼的鱿鱼丝儿给他打了。哎呀哈，鱿鱼没有眼儿啊。刺儿，刺儿，我还带回血的呢，我刺儿他这玩意儿呢。平 A， 平 A， 打眼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。你自己就是最难看的。刺儿。沉默。沉默。什么打野？螳螂打野？那不怕，小虫子而已。刺儿，刺儿，起立。走呗。我的跑车，起立，沉默，没药了，鱿鱼，鱿鱼没药了吧？来吧，鱿鱼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。刺儿致命点也死了，波斯特布拉德还交个闪挺好，我再把他鱿鱼给他打了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你也恨我。平 A 刺儿，沉默，刺儿。你将饱受折磨，永无宁日。走，去野区来一波。刺儿，沉默，吃饼干，起立。我的人头。沉默，刺儿，拽我。还有四秒钟开奖了，干哈呀？这没完了是吧？你要干嘛？恭喜 P 网一溜。这样式的吧，我们小反甲配日炎。无敌了呀。克加斯贪婪地吞吃一名敌人，谢谢花花的爹地。哎，我上个厕所回来，给忘了。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我的炮车。
团末啊。巨力刺儿刺儿刺儿，拽完了，嗯，巨力刺儿刺儿沉默刺儿巨力，哎，终于瞪着了巨力沉默，打你鱿鱼丝儿，沉默，平 A 不打了，这要干啥呀？这打，哎呀，好疼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给我疼坏了！你要干啥呀？哎，换了，还行吧。无因生还。这我这装备满了咋办啊？算了，我就不出药了，拉倒吧。哎，咱出个药也行，不行这样吧，我来个药，来个小护甲呀。出错出魔抗了，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我吃了一层，这波赚了。吃兵吧，太慢了，别着急，不要着急。那线上没有大招，哪有压制力呀、啊，兄弟？你着急吃，你那后边我跟你说，捡息地起来随便吃，你想怎么吃怎么吃。你现在着急是吃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是气力，啊，沉默，刺，刺，刺。你跑你姥姥个腿儿，你不挺狠的吗？你给我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啥眼儿，刺儿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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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，没吃死，他有鞋吗？哎呦，他有鞋，哎，我没有皮鞋呀。这大虫这一级大招虚区太低了，再多那么个一百点虚区就好了。我去吃口屎啊，还是我直接出冰拳了吧，直接冰拳吧，不墨迹了，算了，我再把他杀一遍，我再杀你一波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再杀你一波，你别走啊，来打一架，来你跑啥呀？啊！你大爷！你大招我大招范围呀？你还跑了？你跑个屁呀！我都不跑，你跑啥？又吃慢了，人讨死人厌，真是早不死晚不死，非得最后死，讨厌，小讨厌。
我跑什么？那他跑我就跑呗。我可以跑，但他不可以跑。那鱿鱼战撸英雄，你跑什么玩意儿呢？哎，我不走位了，我直着走。你蹬吧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滴滴滴滴滴。哎呦！哎呦！还给我回蓝，哎呦啊，又把我给瞪了，快来包女儿，给我爆头包女儿，再见，快点的包女儿，快过来包女儿，哎哎呀，我干他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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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吃波兵，切完了，真的气坏了。这回咱们再吃小兵，你看吃不着人了，吃小兵。我还不回家啊，一些塔还是我的了啊，无敌了。我直接大反甲，我看他打不打得动我。哎，那鱿鱼那个地上那个鱿鱼是也是按百分比掉血吗？就地上的鱿鱼打人 ，Q 好像是按百分比打掉血。你跑啥？你不战撸挺狠的吗？跑啥呀，鱿鱼啊！来打一架，来打一架来！哎呦，跑个屁！你给我回头，你回头，豹女给我杀了，给我杀！跑！你跑你奶奶个腿儿！你跑！打我还！有没有人可以吃？我来勾一下，勾一个，你也勾的也太歪了吧？啊！我沉默。哎呀，踩夹了！哎呀，又踩夹了！结果螳螂搁里头呢，螳螂，个小虫子。捡灯笼，我去吃个蓝去。这边是不是打小龙去了？打不打小龙跟我也没关系，我要吃个蓝。回家来个布点还，你赶紧去看看小龙有没有，还不打小龙呢。这把呀，这把小冰心儿吧。
小冰心板甲加巨型九头蛇，小龙没人吃啊，我吃一个行不行？蓝莲汉你好小，那十六分钟你想多大？应该先吃谁呢？十六分钟这已经够大了，你要想再大一点，这么大的话，那得25分钟。中路都没了，我尽量把对面压缩一下，别让对面没的太快。我没有大，你打着龙干什么？尽量我们是别吃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吃人的话呀，这就投降了。吃个鸡儿吧，吃个鸡儿，小虫子，嗯。人呢？俺们家队友搁下面，他搁上面。人呢？哎呦啊！去右边去了。再吃一个野怪，我们开始吃人啊！271130151143241，哎，11111，我又大了一点，看见没有？只能大一点点。现在就谁都能上来打我了吗？这游戏结束了，兄弟们，我吃个人吧，就你了，给我勾出来。鱿鱼挂机了，鱿鱼啊，没挂机，鱿鱼。我要死了，我吃你！